半工半读观九海。本来长得挺水嫩的，不让你的气质现在都不水嫩了啊！水嫩了没有关系，多补充一点叶花儿青。今天上台，我真的我半工半读啊，各位。人家这相声，人家下台你给我打滚，哎呦，撒欢了，回家喽！我这一下了班了，你给我打滚，赶紧拿出手机查百度，一氧化二氢是什么？你能保证所有人都知道一氧化二氢是什么东西吗？你看你不也不知道吗？水。我知道，我上学的时候你还是个那个呢，你。我还不知道心，左心房右心室。左心房。对呀、啊。右心室都在这边啊，别往这边指，这边没有。左心房、右心房、左心室、右心室，主动脉、主静脉、肺动脉、肺静脉，肺动脉里边流的是静脉血，肺静脉里边流的是动脉血。我说到哪儿，这个知识点就完事儿，不要再扩展了，行吗？我上学时候补习班都没教这个多，真的。是不是非金属元素啊？这谁不知道？小时候都学了。哎呦喂，太简单了！我台上我都跟你装傻呢，我这硼的化合价是多少啊？鬼边去！那个状态，您就是硼化硫啊，你就是。什么东西啊？硼化硫。硼化硫什么呀？我们这个化合物啊，什么化什么，就是这个字要写到后边，就是把硼写到后边，然后前面写一个硫，符号呢，硫是 S， 硼是。我有必要了解这么多吗？对不对？我了解这就不错了，知道吗？你这是了解吗？你这是记上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小条儿的都是，没有拆穿你就完了。没有，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有。谁这放一张纸啊？讨厌，巴拉。没拆穿你就完了，你这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露馅儿了。张嘴就来，轻害李皮鹏，往下来，往下不会了。行行行，你都来过，这怎么不能来？你来我听，轻害李皮鹏，灿灿阳佛乃大美女，归隐流离亚家寨。你那假如色仿皮美盖苏贝雷，红女嫁英他探贵主西仙，但明师弟弟养牛西地波，狐狸兄弟来。你是不是带手机上了？一十二欧。对，不是尿，是水。H 二 O 是水啊 ，O 二氧气，氧气是缺氧的状态。H 二 O 加 O 二等于什么？元气森林呀、啊！一个公式叫自由落体公式 ，H 等于二分之一 GT， 把10.664和2秒钟带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求出这个小气，也就是重力加速度得9.832。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椭球体，只有南极和北极的重力加速度才是9.832。南极没有熊，北极有熊。北极熊什么颜色？白色。所以答案是白的。液化学的基本原理吗？就您刚才说的 H2O2 相对分子质量是多少？这词儿听说过吗？我就问你，懵了吧？还元气森林呢？还气是什么组成的？最大的组成部分是氮气，氮气在空气当中含量都特别高。你别老跟我说这氮气，放屁就是放屁，放什么氮气？突然想起一句骂你年听出来的话。我明天我跟你说，我来
鞋叫沉浮啊。滚！您就不来你们这儿了，说相声嘴太碎，观众也没挣没挣钱一个个的。我一直让你说正经的，你不给你说呀？那谁知道他们真翻译啊？哎，观众，哎呀，说相声只顾着啊，把观众逗乐了。那废话，人观众买票不乐，在那干嘛来了？给送女人。哦，你看人家说，人家，你看那个。